俄罗斯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萌发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。数世纪来创造文化与传统的人民，俄罗斯中部青藏地区，有利的地理位置，高速交通，舒适的生活环境，专业人才培养条件，高标准教育，新丝绸之路，产品远销世界110个国家，五年来招商引资总额达到400亿卢布。俄罗斯大型药品、化工品、机械工程与石油天然气综合体用品制造企业，弗拉基米尔州稳定发展地区。弗拉基米尔州拥有舒适的商业环境与巨大的物流潜能，是活力无限的发展中地区。不久的将来 ，M2 高速公路有望穿越弗拉基米尔州。生物技术和制药 ，France Standard 是全球首家开发出三种基因重组凝血因子的公司。企业致力于生产对抗重大和危重疾病的抗体，是全球唯一一家从事孤儿病药物研发的公司。化学工业，弗拉基米尔州是俄罗斯薄膜技术之都。这里坐落着欧洲最大、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纳米结构膜制造企业。本地区为新兴高科技产业发展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。州政府积极实施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优惠政策。玻璃工业，多年来玻璃行业已成为弗拉基米尔州的名片。古希赫鲁斯塔利内的玻璃加工传统可追溯到200余年前。今天的古希赫斯塔利内防弹玻璃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品牌。Magistri Ltd 凭借出色的指标成为行业领头羊。公司参与国家领导人防弹座驾 Aurus 的生产。炼金业 Marchengalia Ru 坐落于弗拉基米尔市，是一家专业从事不锈钢产品制造的现代高科技企业。公司生产电焊不锈钢管，依靠最新技术和顶级焊接设备 Marchengalia Ru 制造出精度极高、安全可靠的优质产品。工业园，今天的 Ruskinmat 是俄罗斯乃至欧洲最大的冷暖设备制造商。公司参加国家制造业支持计划。今年 Ruskinmat 喜获工业园基础设施发展补贴。奥卡工业园是拥有特殊地位的工业区，旨在为制造企业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。特别经济区多布罗格勒一是法律地位特殊的工业产地，在此开展经济活动的常驻企业均可享受优惠政策。这里为常驻企业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自由关税区条件。经济特区运行前五年计划投资额超过50亿卢布，常驻企业创造了就业岗位数量超过5000个。
多布罗格勒是为现代人生活、自我实现与企业高效运行创造了舒适的环境。城市理念立足于大型现代化基础设施、物美价廉的住宅、自然风光、生态环保与新的就业岗位。轻工业 ，Ascona 是俄罗斯最大的绞刑床垫和睡眠产品制造商。优越的地理位置助力公司覆盖全球70%地区。食品工业，弗拉基米尔标准是俄罗斯优质肉制品行业的标杆企业，其发展速度在全国排名第四。自有两种阿伯丁安格斯牛2800头。弗拉基米尔州农工综合体包括159家企业，周畜产品产量闯入全俄20强。乳产量在中央联邦管区位列第六，共有107家农业生产商、112家农场和2家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国家支持。费列罗、一致国际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落户弗拉基米尔州。20多年来，费列罗集团坚持深耕俄罗斯市场，与弗拉基米尔州合作已有10年之久。这里坐落自俄罗斯唯一一家费列罗工厂。公路里程数、土地公顷数、数十座工业设施、数百家工厂、成千上万人为弗拉基米尔地区发展拼搏奋斗，在这里，我们随时提供协助，乐于了解、开发、深入研究。